朋友是不是有听过智慧电网这个名词呢？像工研院，他们有透过网络云端连接远在台南六甲园区所有的电力数据上传之后，那么在新竹园区呢，就可以远端遥控开关点灯了。光是靠着这智慧电网，工研院在去年就节省高达56万度的电力。绿地、水池、树木、蝴蝶飞，来到工研院绿化最高区域，每年省下56万度电。不只靠花花草草帮忙，要节电省钱，还要透过物联网的智慧电网概念。三三两两进会议室，就怕人太多，二氧化碳浓度飙高。侦测仪将数据传输到云端系统分析，调节空调设备，让新鲜空气持续循环。还有这小长方形感应器，旁边的孔用来侦测温湿度，桌上地上通通能摆，也能会诊数据，利用云端调控室温。走进办公大楼里呢，上方电灯一颗、两颗、三颗，叫它亮就亮。其实它是透过上头的人体感应器，经过30-40秒之后呢，它就会自动熄灭。原来秘密在天花板的人员感应器，当侦测到人体动作就会发亮，整个空间没有人的时候变暗。同样原理，整排电灯开关自动关闭，因为感应同时，数据传输到云端系统分析人体动作，远端电脑直接操控。谈物联网或者谈智慧电网，有一件事情本质上很接近，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资料讯息都能够汇集，或者说我们在不同的装置之间可以彼此的沟通，把一个个的物体建物利用800个感应器，透过网络云端连在一起，随时随地监控，像是远在台南六甲的工研院园区，数据传输在新竹北院就能遥控开关灯，甚至系统能算出选择哪种台电费率，钱才能省更多。光是靠智慧电网，工研院2012年省电66万度，去年也省下56万度，而一般公司家庭也能有智慧电网。离开办公室，哎呀，糟糕了！印表机、电灯，甚至电扇跟热水瓶，通通电都没有关。但是没关系，我其实只要在远端操控，看到了没？电灯、电扇。通通电源都被关起来了，通通该用的电源全集中在这个小插座，透过 WiFi 连接 APP 程式远端监控耗电。不管你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其实都可以的。嗯哼，没有距离限制，没有距离限制啊，我们会算出来它整天的用电量是多少。不管设定开启电源还是使用时间，都能在手机上操作，用电多少度、价格多少，一目了然。现在连座椅都有感应侦测，办公累了起来动一动，没几秒，空出的座位上方灯马上熄灭，因为坐垫上有感应器连接 LED 灯系统，产生节电效益。进一步，我可以把空调系统的效率真正的换算出来，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知道说什么东西该改善，或者怎么样做比较好的管理。太阳能板自行发电，店内 LED 灯依照光线改变亮度。国内第二大超商也导入智慧电网，从冷冻柜、冰箱、冷气通通连接到后端电脑。当进出店内客人变多，会自动将冷气开强，人潮散去的时候再减弱空调，今年就能省电20%电力，还减少74.4公吨的碳排放量。物联网将建物手牵手连在一起，变成智慧电网，透过云端解析控制电量节电，成了新趋势。